记大哥，麻烦你回头，咱来山顶，你载我来上关的所在。啊，你不是讲你要去机场？我要先来另外一个所在，麻烦你哈。好。少峰，等你看了简讯，妈已经离开了。你一定不知道我这个时候离开，受我也不甘。也不过，只这样，你才会知道少强是你最亲的人，你不会为难的。人若想到不对，路会愈行愈偏，想要去弥补更加困难。这个道理妈到现在才知道，你不要跟妈一样一错再错，失去钱财地位都没叫做失去一切。亏欠得不到所有的人的谅解，这是一无所有。把自己跟少强照顾好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妈妈心内永远最骄傲的心肝子。真无欢喜，你无看到第一件时阵出国，以后我甲你提。阿姨，我知影少峰哥因为先生的代志对你真无谅解，啊，不过你安尼做无法度解决代志。你过来，甲你的手给我。我过去嘛无法度解决代志啊，少峰会安尼，都是因为我，我好伊不堪的心情，佮无甲教好，还因为着要争权夺利。你自己的亲兄弟都要对付我，我讲也讲不听，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赎罪。你要赎罪？那安尼，少峰哥跟少强是要安怎？你敢不惊伊会怪你？我会惊，也不过，可是跟阿内仔当互伊想起，伊是亲兄弟，才有机会放下成见，互相扶持。我只是啊。做太多不对的代志，可是用我的命，一旦家己两个囡仔教好，个感情办好，安尼我嘛算对业界有贡献。阿妈，我今日唔要让你安尼教囡仔。阿姨，你想看卖哦？假使你跳落去，少峰哥嘛真正教练意思改变啦。啊，不过伊嘛一直先安排着不好的局面，伊敢有法度面对伊家己？还佫有少强。伊敢袂认为讲是少峰哥甲你害死的，伊兄弟仔感情若是因为安尼拍歹去，你敢有法度挽回？我劝少峰劝袂行，我真是无法度啦，我只好搏看卖。你搏的毋是你的性命，你是连兄弟仔人生嘛做伙搏落去啊！可是你搏赢，你是替伊阿甲教出两个好的子孙，你若是搏输，你连做鬼嘛无得原谅你家己。哎。提名去搬，不如老老的面对啊！至少你囡仔随时嘛看会到，做妈妈的，伊心情不是就是安尼尔啊？你卖我过来！好，我卖我过，我跟你赶快徛伫遐只。啊，不过你跳我都跳哦。是啊，我袂让你做了。你袂记啊？我是护理师啊，我就是家暴性，我看到人我就是想要救。